昨天是世界原住民族国际日，副总统赖清德是邀请了知名的棒球选手，包括了像是有张泰山、林志胜，还有郑达宏等等的人，到总统府向大众介绍他们的族名，共同讨论这个原住民族棒球运动未来的发展。我是张泰山，阿弟马少，阿弟是我，马少是我爸爸，以后请叫我阿弟马少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志胜，这是我的族名，南耀阿盖，南耀是阿公的名字，阿盖是我的名字，请大家叫我南耀阿盖。从一面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包括了张泰山、还有林志胜、郑达宏以及原住民棒球协会秘书长环宗安等等的人，是自信的介绍自己的族语名字。而赖清德也在脸书贴出指出，这个穿着绣有族名的名字的球服，可以是奔驰在球场上，是美好又骄傲的一件事。而在世界原住民族国际日的这一天，也呼吁社会大众尊重原住民族特有的名字，也邀请所有的族人朋友回复传统族名。